射箭呢，很多人都玩过。我觉得我们队张继科玩的绝对好，为什么？他打乒乓球打的就特别的准。那么你们知道古时候的百步穿杨的百步是现在的多少米吗？要说这个射箭啊，我觉得这项运动是非常有意思的。结果公布之前，运动员自己都不知道有没有射中靶心，因为射程有70米。你想，我们现代人在这么高科技的设备辅助训练中，最多也就能射70米。他们古代人，你说是怎么可能超过这个数呢？所以射程最多也就是70米。信我，没错。我迈一步差不多50厘米，百步呢就是100步，所以距离是50米。有事儿呢，肯定是要找学霸。在古代呢，6尺为一步，这不是我瞎掰的，史记上有写过的。1尺呢，等于现在的23厘米。那一步呢，就是大概是23×6，一步呢，也就是138厘米。所以百步就是138米。正确答案就是138米，138米，你答对了吗？